这是台北护理大学北护竞技啦啦队的社团演出。北护竞技啦啦队，他们成立于民国101年的9月，到现在有3年多的时间。成立的宗旨，在希望将所有的啦啦队精神、活力、热力散发给所有的人，让所有的人体会到。 如何带着欢乐的心情跟人互动、关怀以及加油打气？北护竞技啦啦队待会儿会为各位介绍他们很强项的舞蹈技巧、口号、翻腾以及欢呼高难度超水准的表演，而且。 他们这个团队最重要的就是团体凝聚力的团队精神和保护队友的精神。所以各位志工伙伴，今天感谢有你荣兴志工表扬典礼上，我们也特别邀请到北护竞技啦啦队为我们带来精彩、热情、团结、互助、超水准的演出，好不好？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北护竞技啦啦队！来了。
谢谢北部京剧啦啦队这么精彩、热情、高难度、超水准的演出。各位京剧伙伴，我们来给他们两支爱的鼓励，请。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太精彩了，谢谢。